跟我做这个练习，告别唱歌挤卡喉咙。每天用以下方法跟着我练五分钟，让你声音变得越来越好听。记得点赞收藏保存好哦。第一个打嘟练习，先从低音到高音，再由高音往低音唱。五度练习，让真假声转换位置，统一我们发乌字音。转发声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哼鸣是鼻子出气，唱歌的时候呢是嘴巴出气。我们可以用啊、a、e、o、u 来唱。坚持跟着做哦，让你从此告别挤卡的坏习惯，赶紧练习起来吧。还想获得更多开嗓资料的同学，可以直接私信老师开嗓二字，加上你的年龄，老师就把更多详细全面的开嗓资料免费发送给你。